韩国女团 SISTAR 出身的27岁女歌手孝琳早前推出新单曲《搭理》回归乐坛，新曲 MV 则是走19禁的路线。孝琳除了上演性感的舞姿之外，还大秀上围以及臀部，看得人非常脸红。而孝琳最近就为杂志拍摄一集照片，同样大晒完美身材。只见穿上运动背心的孝琳展现上围，加上纤细的腰部以及诱人的 S 线条，实在令人感慨，如此性感的身材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呢？另外，孝琳在接受访问时则表示，为了可以穿着高跟鞋跳舞，自己平时做了不少运动。孝琳称，以前每隔2到3天她才做一次负重拉筋，但因为这次新歌的舞蹈需要更多运动，所以现在每天至少要保持半个小时的运动量，有时候甚至会做2个小时。而孝琳还透露，为了保持好身材，每天只会吃2顿饭。不过幸好自己很喜欢吃鸡胸肉、沙拉和番薯等减肥食物，所以对于减肥不会觉得太过辛苦。搜狐视频韩流第一线综合报道。